每日新鲜出炉超爆料的包子馒头。店家在竹北文心路上开设旗舰店了，包子馒头每天现包现蒸，新鲜出炉，使用优格培养出来的天然酵母再制成老面，只使用 50% 的淀粉，可以让肠胃负担减低，搭配各种严选食材制作超爆料又健康养生的包子馒头。不管是芋头控、坚果控还是起司控，都能得到满足。面皮热热的吃，有软绵带嚼劲的口感，加上爆料内馅，好满足。这是喜爱咸口味朋友的首选。使用黑猪肉、青葱和高丽菜制成的肉包，咸甜口味的金沙包和浓郁黑芝麻也不能错过。没有馅料的馒头也很受欢迎，可爱小馒头适合当做小朋友的早餐。最后是超值的烤地瓜，